这个厉害了，大提琴现在有没有声音？烂烂烂，这个到哪里去买？我、哦、还没有声音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一定是哈、哦。买了以后回去跟乐器行老板说，哎，老板感觉，而且他这台很不简单，他这还可以上网，还有无线 WiFi， 浓浓的 WiFi 的功能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它下面这边呢有后面有个按钮，哎，我跟自动当录音室，而且它下面有 APP 的功能，真的耶，还可以插镜头，它后面是可以滑的，有没有？真的，它镜头在这里吗？哎，真的，可以视讯，真的可以自拍，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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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台在哪里买的？真的好方便哦，想到现在乐手已经进步到同时要演奏，同时还要分享 APP 给大家，对，它在上面这边有录影，可以录他自己。最重要的就是它有这个炸薯条计时功能，太夸张了吧？这太难了。要只要讲大家还讲，只要有计时功能都可以炸薯条吧？真的真的厉害了，哎哎哎！而且只能炸薯条，不能炸别的哦。它只有一个炸薯条的功能而已。哦，好。那么其实呢，缓和一下情绪，各位不要看我们了，把你们的目光放在前面那一位，放前面那一位。